个人步履的日子。你干嘛？干嘛呀？你不是去现场吗？我也去。那招数批了吗？我们俩是一个部门的，同意你去不就同意我去？这什么逻辑啊？硬逻辑。等会儿我帮你拿箱子，你要再不服呢，可以去告状。反正呢，我今天死活也不会下车，必须去现场看看。看着我干嘛？你盯着我干嘛？想跟你学习学习。你在找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还一直找？你在办公室盯着白板，就有助于思考。我在现场复刊，也是有助于思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找灵感。不是。你这个人啊，肯定是有什么想法，但就是不愿意跟我说，怕我偷学，是不是？现在的证据就这么多，所有的想法都只是推测，都是方向上的误导。但证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证据是活的，你不找或者没有找到，他才是死的。可王大志分尸之后，很多证据都被破坏了，你是觉得还能找什么新证据吗？你不找，怎么知道漏了什么？你别在这跟着我了，自己找找吧。小气小叔，我申请去趟自来水公司，查一下他们家用水记录。行，那辛苦李队派人配合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去吧。好。叔，林远浩呢？已经走了。走了。赵叔，那我也先走了。